jungle. The only way a lion survives, not by acting like a king, is to make him. This is my power. That was an illegal left, by the way. Hello， 新年快乐！这个时候呢，因为还没到年初15，所以呢，依然要跟你说恭喜发财。我是 Christina 黄伟轩，谢谢你依然准时守在八度空间8860啦。那今天呢，其实除了会有大嘉宾来到现场之外，如果刚才你没有听到的话，我再讲一次，她是 Ribbon 黄若曦，没错，就是那个很会唱歌那个。等一下来到现场的时候呢，跟她聊天之余，也会请她给我们小唱2句，让我们来见证一下她现场的实力，好不好？可是，在那之前呢，还是有一些礼物想要送给你的，就像是要送你去看首映礼啦，去看电影啦。不过呢，也再一次的在那之前呢，先要跟大家 update 一下近期的这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啦。那大家都知道啦，现在全球呢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武汉的这个疫情了。每一天呢，其实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这个update 给我们看到，到底现在的那个情况怎么样了？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些政府啊、一些城市啊，到底他们都采取了怎么样的措施？ 跟凡凡来一起全球性的抵制这个疫情呢，所以呢，就像是最近我们常常都在说啊，除了就是可能要少外出、少接触之外呢，其实自身的卫生安全其实应该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只有把自己做好了之后呢，你才会发现说，对于现在这么慌乱、这么混乱的情况来说，才是有帮助的哦。就像是你看娱乐圈当中呢，也是有很多朋友啊，现在都纷纷呢，做好了自己的那个部分啦，就像 光良，他其实之前呢就刚从怡保回台北嘛，然后呢就因为他曾经就是去武汉兜了个圈回来，所以呢就被劝说呢自己要自行做这个自主管理14天的。我觉得他自己本人也做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 sample 啦，因为像常常都会听到一些有关单位啊，还是医务人员啊、专家啊，他们都在劝我们说，如果真的有到人多的地方回来呢，最好就是呢以至安全，就自己先稍微待在家里边 一下，未免去太多人的地方，不然的话，万一 OK touch wood，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自己也麻烦，别人也麻烦，大家都要隔离起来了，那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哦。因为毕竟呢，我常觉得啊，只有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的这个几率变少呢，才有办法帮助到现在已经够忙的医务人员跟单位了啊，不然的话，他们要控制这疫情的时候啊，那个人数就越来越多，那就更难控制了，不是吗？对不对？那这时候 那我们先暂时不多说了，我们来说一个稍微比较开心的东西吧，要送你去看电影哦。来看这部要推荐的电影，有的是 Gretel and Hansel。 Tell me the fairy tale again. It's too scary, you know, start seeing things that aren't there. 本片以格林童话中的同名故事《Gretel and Hansel》作为蓝本，由 Sophia Lillis 以及 Alice Krige 等人主演，并在原有的故事剧情上做出了巨大的变动。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一位饥寒交迫的少女带着弟弟在一座黑暗的森林里寻找食物，不料两人却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邪恶存在，诡异事件接连发生。究竟姐弟俩能否成功逃出生天呢？ Brother! What did you do with him? All that is left is to make him. Delicious. 取的朋友呢，赶紧将你的个人资料跟答案发进来喽 8E_news@8tv.com.my 啦。这时候要好好的恭喜一下。 我说的是Craig，因为呢，他凭着《光》的这部电影哦，哇，他有很好的成绩，横扫了5个大奖，这么多，而且在里边呢，有看到了很多自己很熟悉的一些面孔啦，像是张真维 Q 呢，也凭着这部电影呢，他就赢得了最受欢迎，也是最佳男主角的。那最佳女主角呢，其实有的就是佩奇啦，也就是 Emily 啦，她呢也算是呢我们娱乐圈当中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女星。然后呢，因为这次得奖呢，呢？哎，大家都纷纷去到他的 Facebook 和 social media 留言，讲说妞儿，你终于就是 shine well 了，终于有人看到你的付出，跟你最漂亮，跟你最有才华的一面了。这一次呢，可以夺得最佳女主角，对她来说，我想必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吧。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哦，都是一贯的有很多很有才华的音乐人，还有就是制作人跟电影人呢，在默默的耕耘的。这一次呢，也算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边呢，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然后呢，让他们更发光发热，好不好？那这个时候呢，要送你去看首映礼啦，有的就是 Sonic the Hedgehog。20 minutes ago, an energy surge knocked out power across the entire Pacific Northwest. Who's there? Ah! Why are you hiding out in my garage? The entire military is after me. Good morning, my rural chum. I'm going to give you 5 seconds to tell me where it is. Wait, don't hurt him. Awesome. Sonic the Hedgehog 改编自同名电玩系列，由 Ben Schwartz 配音 Sonic 一角，更由 James Marsden、Adam Polly 以及 Jim Carrey 等人领衔主演。本片讲述了拥有超音速奔跑能力的刺猬 Sonic 在误闯地球后认识一位人类朋友 Tom。此时，邪恶的 Dr. Eggman 打算利用 Sonic 的力量来统治世界，因此两位朋友便试图联手阻止 Dr. Eggman 的邪恶计划。 Insurance, right? You're about to die. Is that all you got? No, but thank you for asking. Here comes the boom. How are you not dead? I have no idea. Why would you throw your life away for this silly little alien? He's my friend. Good times. This is my power. That was an illegal left, by the way. And I'm using it to protect my friends. Bet you didn't see that coming, hu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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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Let me know if you want to go round two with the blue. 很经典呢，对于我的童年来说 ，Sonic 是有存在的。对于你，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一直很期待这部动画片啦。现在终于要上映了，首映礼想要赢取的话，就赶紧发进来 ，OK？ 那在那之前呢，还是想要跟你说的就是，你知道吗？有一部大家期待已久的续集终于要出现了。我说的就是 Vin Diesel 主演的《Fast and Furious 9》。那之前呢，就有一部《Fast and Furious》，可是呢，不是9嘛，大家就觉得啊，为什么不是9？ 有的，为什么要看小故事的？我想要看续集呢。现在终于盼到了 ，OK。而且里边的剧情呢，哎，其实有点小 surprise 哦。以往已经离开的角色，突然之间又回到来了《Fast and Furious 9》里边，他到底是谁呢？我话不多说，马上送你去看一下。有的是第一支的预告片 trailer 送给你。Assassin, high performance driver. Who is he? Jacob is Dom's brother. Your whole life, you pushed yourself to be faster than Dom, smarter than Dom, stronger than Dom. But could you kill him? Because I'm ready if you are. My ass is in fuego! Take you down, little brother. That's your mistake. This is my world. Damn, they got a magnet plane? Hold on. Tell me you're not thinking what I think you're thinking. There's no bridge! Oh, hell no. Nice clubhouse.只是3300公里外，你我不会因此就被分开。别怕，我说过我一定会等你回来。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你回来8860，我们从很远的地方3300公里外，请了他回来。Hello， 大家好，我是日本黄若曦。我记得我每次不管是在电视还是在电台节目，一聊到 Ray-Ban 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说一个字，他超有 heart 的。为什么？我觉得你就是很真诚的一个人啊，什么东西都关你的事，然后你教你的，你跟你的粉丝讲话，他们叫你妈妈，然后你就给他们很多的关怀，很多的关注，然后再来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生，所以我觉得超厉害的。我觉得这个。 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正好就是我对你的评价，才不是！你知道我以前在还完全没有踏入这一个圈子的时候，我就在看你的东西。那个时候你是跟你还很小吧？那时候3岁这样吧？没有啦，好像是饥饿30类似的活动合作，然后我就一直在关注你，就是有去做那种善事，我就觉得哇。 这个女生好美哦，就是很散发出那一种很自然的。那个是入行前嘛？你说，那现在入行后是不是觉得乒乓乓没有了这回事？不过我还是有看到你有在陆续做啊，而且你有在助养小朋友啊。OK， 跟你一样啦，我觉得你就是这么赞啊。所以呢，像这么真诚的女生哦，我相信大家在她的作品里边也一样可以感受得到。那我们在说作品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你的 social media。之前呢，我非常的关注你，特别的关注你，因为你在 Instagram 上面呢跟我们说你的健康出了一点状况。 对，所以你有暂休一下下啦，然后现在是完完全全回来了吗？对，我其实长话短说吧，大家想要知道我的健康状况的话，可以到我的 YouTube 去看，因为我有录了一个接近10分钟的视频，其实没有剪辑，就是讲出我的病情是如何。然后之前因为情况有点不乐观，所以我就休息了差不多4个月，到现在今天算是我第一天开工吧。 哇，那个时候你应该是痒痒哦，喉咙痒痒，因为很想要唱歌，很想要跟大家讲话。我很急躁，你知道，我每一天看到麦克风我就，就是很不舒服，整个人就是很奇怪，好像缺了点什么。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超惨的东西，就是刚好遇到 Christmas 啊，然后过年啊，countdown 啊，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取消，就是接近可能。 很多场的 event， 可是没关系啦，你不在的日子，我们其实都一直有听到你的音乐，那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一个小片段的3300公里外，后面的，而且很赞呢。那等一下回来呢，我们给 Ray-Ban 跟我们聊聊，因为他刚刚看到那个片段的时候，他说拍 MV 的时候特别辛苦哦。不过这时候我们先暂时打住，我们去看一下由 The Gentleman 这一部电影要送你去看。 Ray-Ban 黄若曦小姐的3300公里外这首歌的 MV 呢，已经可以在 YouTube 看得到了，对不对？对。现在怎么样？爬得 OK 吗？那个就是点击率不行，真的。我故意开了一个门让他发泄一下。这首歌真的是我们最意外的，因为当时候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的出现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发了一首歌叫《只想说谢谢你》，然后我们做了发布会，然后现场呢我也分享一些我自创曲，然后让大家投票我的下一首要发表什么歌，然后这首是。 票选最高，基本上差不多是88%，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首歌来发表。结果因为发表了隔1个礼拜我就生病了，所以后来的宣传活动全部就没有得上。然后当然很多人也不知道这首歌的存在，我整个感觉就是很伤心。请问一下啊，一直大大声说自己很喜欢 Ray-Ban 很支持 Ray-Ban 的人跑去哪里了？他在生病的时候，大家应该帮他如火如荼让他给吵起来才对，对不对？对，所以没关系 ，It's never too late。现在 还是可以去到 Ray-Ban 的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甚至是去到他的 YouTube 呢，搜来看一下，大力给他 share 出去 ，OK？ 一定要，给他一点最好的礼物啦，新年嘛，对不对？接下来全新的一年呢，就要再次冲刺了，对不对？那刚刚你有说那个 music video 拍得很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海边呢。很多海文，所以我们之后回来之后，有其中一个摄影师还因为这样子入院，因为那个海文咬到他，就是发炎。 然后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状况吧，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下雨，一整天都在下雨，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在等，就是一直在等雨停，对，就一直等一直等，隔天又在下雨，所以我们整个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对我们，所以感觉到这首歌的命运好像真的非常坎坷，真的很悲，好像从跟这首歌一样悲，因为这是第一支 MV 我有参与，就是。 要怎么拍摄整个东西我是有参与的，就是从歌曲制作，因为我是这首歌本身我是制作人嘛，然后包括在拍摄 MV 的部分，我也是故事也是我去想，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很有参与感，然后结果期待，对，哎，没关系啦，你没听人家说嘛，一开始先把苦过了之后，哎呦，接下来厉害，对，甜的部分就特别多了哦。阿伯，等下你做了2年甜头之后，然后突然间才吓到你，那就不好了，不是吗？对 ，OK， 先苦后甜。好了，我们先暂时小休一下，等一下。 回来，我们让她本小姐来给我们唱几句。好，每天818快乐又解压，8864。稍后回来，大家好，我是 Ken Cici。Hi there, I'm James Lee. For more entertainment news, please stay tuned to Malaysia's one and only live Chinese entertainment show, 8 E-News. 谢谢 James， 我是 Christina 黄伟轩，现场依然有 Ribbon 黄若曦。Hello， 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哎，难得回来，然后呢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是要小唱2句。可以，看一下，我一直在称赞你，一直在捧你，很高哎，这样很压力。我们看一下你现场的功力，唱一点点，这个3300公里外。好好。那只是3300公里外，你我不会因此就被。 分开，没什么能阻碍我们之间的爱。我等你回来。哇，就一小段啦，不错了耶！当然是要卖一下关子啦，想要听更多就要去搜她的 MV 来看 ，OK？ 一定要。而且这小妞哦，她不只是在音乐上面呢放很多的心思，像接下来你就想要再唱一个自己的专辑。 而且里边都是自己的创作哎，对我很坚持想要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唱自己的歌的时候，那个感觉跟唱人家的歌，虽然说还是有很多好歌，但是就是不一样的感觉。真的啊，哎，那个自信也不一样吧？你想一下，自己拿着吉他走出来，没有风，自己都觉得好像有自带风。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敢发表我的作品的，我写了很多首歌，但是就是没有信心。但慢慢哎，觉得哎可以尝试一下。OK 啦，我觉得以大家的回响来。 看是好的，而且呢，除了音乐之外呢，你也放很多时间在一些电影作品哎，演绎的作品。对对对。接下来呢，今年我希望会更多 focus 在电影这一块，因为我们有陆续收到了很多邀约，然后现在还在挑剧本当中啊，忙死了。是好事，是好事。好戏哦，换啊换啊，真的啊，因为我没有办法。 静下来，我是一个工作狂。你也太忙了啊！而且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那个首饰的品牌叫 Amore Accessories 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去看看。OK， 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让你跟你的粉丝说几句话好了。 难得回来啦，让大家再继续的关注。我知道你们很想念我了啊，有，不知道是我想念他们，还是他们想念我更多一点。但是我会很快回来，今年一定会回来。这个是我可以跟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保证了。哇哦，可是还挺短的耶，你刚刚讲的话，我想知道的是除了像刚刚提到的电影，还有你的专辑，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动向是大家其实没有 expect 到的？ 没有 expect 就不可以讲啦，到时候才有惊喜嘛，露一点点咯，会不会跟这演艺圈没有关系的？我其实有在打算今年会做更多的生意了，可是有在计划当中，因为其实我对赚钱这一块真的蛮有兴趣的，有谁没有兴趣啊？因为我有很多的钱，以后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常常都说，想要就是做更多的好事啊，更多的善事。除了说你可能能力不太好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发挥的空空间。对。可是当你有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是这件动作做起来就更加的顺遂。对，你就得心应手。你如果有更多的资金在手上的话，你真的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真的。所以呢，为了让这世界更美好，为了让 Ribbon 可以给它更美好，可以帮我们加2个天使光环吗？结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知道变成什么节目了哈。爱心大使。不过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哎，除了中文歌，除了那个多语文的歌之外，你有没有想过要挑战可能整首歌都是外语的，比如说英语歌？其实有啊，其实有，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还在。 思考着要，因为有时候呢，你一挑战英文歌，那可能接下来你就是一直都要唱英文歌，因为人家很容易对你定型，或者是我其实很喜欢泰文和韩文，你也很适合。我很怕，我只要一开始唱一首泰文歌，接下来我的中文歌就不用回来了。能双上体 ，OK， 不会的，我觉得这就是你在全球的这个 YouTube 粉丝的特色，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很会多种语言的人，也算是马来西亚特色。 之一不是吗？所以接下来靠你喽，继续的发光发热啊！靠你喽！谢谢Ribbon今天来玩，谢谢。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到他 social media 支持他一下啦。最后给你看到有的是他的 MV《3300公里外》，拜拜。我弹着吉他，隔着距离想给你惊喜一下，我认真的唱，你红了眼眶。 你要飞了，你飞上云彩，我在这里挥手跟你说拜拜。心里载着你的梦想与期待，和我的思念与关怀。那只是3300公里外。